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D。我们这次要来玩的是《原味生存》的第16集。大概隔了10几天没拍片了，然后没找到村庄啊，怎么办？啊，就要回航啊，好不好？回航，回航。是不是在这边啊？我有没有走错方向？走。这边吧，感觉好像一副遇到怪物的感觉。这边是蜈蚣，干脆踩回家。枯萎，哇哦！算了，我浪费时间，先找回家的路线吧。不是。男生是不是指向世界所在的出生点？指向世界出生点，应该是吧？对，是吗？我不，我懂。我整集都在找回家的路线吧？那这样。不是当飞机的吗？好，我们就顺便探点险好了啦。近战的哦，这是自己的哈，活该。是不是在这里呀、我感觉我会迷路啊，然后就回不了家，完了。记得回家的时候应该没经过这里啊，矿车移动灯在哪里？这是在这下面吗？好，不管，我先找回家的路。因为这把弓快坏掉，所以我不太想用。哎呦，又是谁啊？哇，又是一只蜈蚣！把你的弓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啊！交出来啊！好，你就是不交。哎呦哎呦，找，快要找到了。去翻上一题，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找一下哈，就在这里呀、我感觉我快要回航了。看一下哈。方向有点改变了，这边是不是？这边又是这边，又是哪边啊？指南针，不要闹啊！前面那是什么？
只是出门随身要带指南针啊。可是我是神。我是睡在外面。怎么办？会不会回不了家？我看一下哈。像这里，我记得我没来过这里呀、啊。所以我现在是越跑越远，还是越跑越近？男生拜托别闹了，我要回家。我以为他的船就是你的，你的妖，对，他不是人，也不是妖怪。找一下哈，我也还没回到家我就饿死了吧？应该不会啦，不至于。找一下，找一下。有女巫，我没丢到，叫你，蜘蛛眼我不需要，我之后再找蜘蛛拿就好了。记得我没经过这里呀、啊。哎呀，子弹真白图别闹了。是不是大海了吧？哎、欸，这应该是指向终点点的吧？等一下，我记得用，我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哦。还是我真的已经来过了？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这地方我来过，十几天前的事我都忘光光了、啊，所以我现在迷航了。哎，火把，哎、欸，我到家了，欸、真是指向出生点了。好了，我，好了，回来了。哦，终于回来了。哦天啊，我渡还渡那么远哦。好吧，这个指南针真的是指向出生点的。我看一下哈，打箱嘞，丢进去。甘蔗有在这里面吗？啊，丢进去。该烧肉了，东西超多。看一下，铁钉，他一直问。要快一点啊！皮革，好，你别做输了。书就不能有封面吗？我一定要这样做才做书。好了，等一下。为什么书一定就要有封面？我实在是搞不懂书为什么要有封面。
能不能把封面去掉吗？这样我就可以省很多成本了、欸，我就可以省超级多成本了，各位。很多人，两个书柜，好少。食物通通放进去吧，羊毛。等一下，这不是羊毛，平常用的电池啊。拿香雷把它丢进去好了。猪、蘑菇、骨头，还有这个，这一个。好，以后我们就靠这个指南针好了，它是万。呵呵。哦，看一下我的牛，应该来繁殖一下。等一下，小麦还没长好，我先用小麦把它催熟一下，不然我先用小麦把它催熟一下。好，好。这样催还是最快的。好，这一排选手。来哦，来哦！啊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！你们都有的是，有的是，有的是，好吧？八个小麦花呢，留下来做面包。浪费苹果，然后八个金币，开玩笑，合成一下好了，恐金哦，加点加矿嘛，哎，嗯，就这样，看一下这附近的木头啊，接下来我看不太到，现在才三个书柜，好啦，那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点下喜欢哦。那如果你想持续追踪我的频道，持续追踪我的平台，那你可以到我的粉丝团按个赞，或者是私讯我，按去 YouTube 按个订阅，这样子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是金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